哎呀，能不能轻一点啊，妈？还轻一点，有多远我滚多远，老丈人，阿巧，滚出来！怎么了，亲家母？不要喊我亲家母了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女儿现在啊就是个残废，现在给我生了两个钱赔钱货，而且现在也没有丧失能力生养的能力了。我现在要跟你说，我要让她跟我儿子离婚。现在在我家里面只会吃足，只会玩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要你退了3万块钱、3万8的彩礼给我。哦，我是听出来了啊，我还以为是我女儿犯了什么错呢，原来你是因为啊嫌弃她这个脚走不了路了是吧，没有了生育能力了是吧？你也不想一想，但如果不是为了救阿远，他会被那个车压到吗？那是他活该。你看看你这副嘴脸啊，我哪副嘴脸？恩将仇报啊！他现在牛哪一点配得上我儿子？我儿子人才，一表人才的啊！还有啊，我女儿嫁到你们家，生了两个孩子了。你现在觉得啊，女儿就是赔钱货，这种重男轻女的老思想？什么老思想？我们家就是九代单传，必须要那个什么延续香火啊！在这里带的话，要么断了香火怎么办啊？那延续香火，生男生女是他一个人决定吗？反正我不管，现在没得生了，现在我要退货。退货没有这种可能的。赶紧退38000给我，我不管。我跟你讲，阿远在广东，你不要乱帮他做决定。我是他妈，他就得听我的。赶紧的，退不退货？行了。哎呀，你个老不死！我算看清楚你的嘴脸了。再说我连你一起打，哭哭哭哭个屁啊哭！只会生出赔钱货。哎呦。谁家娶个媳妇不挨个10万8万的彩礼？我就是看到阿丽跟阿远啊有深厚的感情基础，才收你们38000而已。你以为真的很大多吗？不就那么点钱吗？拿着你的钱走！哎呀，走就走！我一眼都不想再见到你。我也不想见到你。以后各走各的道。哎呦，你走你的桥，我走我的道，我还愿意跟你搭理。女儿啊。这样也好，免得啊你跟这样的家婆吗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也不会得到幸福的。哇，我没想到他这么狠毒啊。这样吧，回来了就先进屋吧，我等下打电话叫阿远从广东回来，问问他什么意思，好吧？那好吧，来先回去吧，来小心点。阿丽，阿丽，哎，老丈人啊，女婿回来了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哦。哎呀，阿丽啊，我也是刚刚到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要不先跟我回去吧？回什么回啊？你老妈那个态度啊，还有她的做法啊，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我老妈一直是这样的，但是她这次啊，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呢。我也是很爱阿丽的，我不可能偏袒这个，然后我们回去再解决好不好？说那些没用，一定要让你妈亲自过来给阿丽道歉，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然你现在啊她回去了，你前脚一走，她后脚又要虐待我的女儿了。啊、其实现在跟我回去，我也可以做主的。你能做得了多少主啊？那行吧，那我先回去，我带她过来。你回去叫他一起过来吧，好好当面打一下。嗯，好，行，好啊，那等等再过来啊、哦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女儿。哎，小心点。十五的月亮照在我的身。妈妈。哎呀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儿子辛苦了啊。还辛苦了，你是不是要把阿丽赶回娘家去了？他自己跑回去的，他说要跟你离婚。你还在撒谎，我刚刚都在那里回来了，他让我过去带你过去跟他道歉。
道什么歉？我没有做错。哎呀，儿子，你要考虑一下，他现在又是个残废人，而且又是不能生意，你要来干嘛？还生两个赔钱货？我们你是九代单传呐、啊，你要延续香火的。老妈，他的怎么样呢？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生意不了也是我造成的，他那个脚啊也是我造成的。那人家都对我那么好的，他那么好的儿媳妇，你去哪里找啊？你看以前那几个我谈的都被你弄跑了，现在你再弄跑他，我真的就没有老婆了。哎呀，没有老婆，像我儿子一表人才，当然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媳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吗？再说我是很爱他的，你这样弄，我是你做的太过分了，这次啊。我过去道歉，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不去我就不认你这个妈。哎呀，哎，行，我陪你去。等一下他回不来不关我的事吗？他会回来的，只要你道歉。走，你跟我去。谁报警吗？不来呀、啊、老妈。哎呀，让你态度好一点，跟阿丽道个歉。阿丽，阿丽，啊，女婿过来了，老郑爷，哎呀，阿丽，你看，阿丽已经出来了，你跟他好好道个歉，我们好好过的生活，以后不要再闹了。你看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就跟阿丽好好道个歉吧。来，老妈，我没有错。你觉得你还没有错吗？你都这样子了，刚刚你在那边，老在那边都答应我了，现在过来了，你又这个态度。儿子啊，你一表人才非要配那个茄子吗？你怎么又这样说了？我哪样说了？哎呀，你妈一个人把你养大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你还是盯她吧，我们离婚吧。该离。阿丽，不要这样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再说我们相爱那么久了，你看你的腿都是我造成的。老妈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道不道歉？好了，阿远，就这种态度道歉了、啊、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了。你能不能不要逼我啊，老妈？我逼你什么？你是我儿子，你表人才的，你还怕找不到老婆吗？这样吧，我也不想跟你唠叨那么多了，你要是真的不道歉的话，不能好好过生活的话，那么你们两个合不来的话，我就带阿丽啊上广东去生活。你是有了儿媳妇忘了娘了是吧？有了媳妇忘了娘了是吧？我这是没有办法，既然你们合不来，那我们啊在一家也要争来争去，我呢也不能好好的去工作，我前脚一走啊，你们后脚就吵起来了，我说不定会更严重。好，阿远，有你这句话我就看到你的态度了。如果你们两个去广东生活啊，我拿我的家底给你们过去那边生活买房。哎呦，好了，想不到你这个阿强那么坏的。老妈，我呢以后呢也会每个月给你打500到1000块钱给你，你呢以后爱跟谁过就跟谁过，爱怎样就怎样，我也不会管你的那么多。我呢就带阿丽去广东去，现在这事呢就留给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都不道歉我还能怎么办？这是你逼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女婿啊，我这里有6万块钱，你先拿好，上去先应付一段，回头我把甘蔗卖了，还有把那桉树卖了，我再给你们汇过去。好，那边好好的生活。谢谢你爸爸，我会好好照顾阿丽的啊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走，阿丽，你不要老妈了吗？我们去广东。好，得空就常回来看看。哎，儿子啊，走开了，反正我会打钱给你一条了。哇，想不到你这个老人家那么坏的。